那已经有38位朋友们想要问说，要怎么样让跨部门可以摒除成见跟立场哦，来做更有建设性的合作。不过，我想有自己的立场是一件好事。我在行政院担任政务委员，政务委员就是协调各个不同的部会。我常常说，每一个部会一定都有它的本位，也就是它的立场。因为它如果失去了立场，它就会被组织改造，就会被整并进别的部会哦。所以现在还留下来的部会，当然都有它自己的坚持。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像最近很红的这个体育署，教育部一定有它的坚持嘛。那但是文化部、经济部等等也各自。有各自的坚持，所以我觉得立场不一定要摒除，不一定要觉得说好像一定要去自失立场，而是说怎么样子去确保在不同的立场上面，大家可以达到共同的价值。我举例，好比像说，我2016年刚加入内阁的时候，当时呢有很多立法委员跨党派的，找了一些电子竞技的选手，电竞选手啊，来开了一个公听会，那我也有参加。那这个电竞选手他就说，诶，我们如果国外的这些选手要来比赛，那不像这个奥运或者是亚运或者是这些，他来了就借得到场馆，甚至连发签证都没有办法，因为没有一个主管机关是电子竞技的主管机关，在2016年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办比赛是非常非常困难，也不可能在国际上面有非常多的这种给选手的支持了。这样，那当然当时每个部会都有立场啊，体育署说，我们管体育是动到那个大的骨骼肌啊，有一个专有的名词，那有这样子才叫体育了。那这个动手指的不能算体育，应该是一种文化啊。那文化部是说，像琴棋书画都有100年的传统，所以等电竞有100年的传统，再来找文化部，在此之前都是经济部的事情。哎，这是他们的立场。那经济部就主张说，哎，我们的工业局，你想一想，运动员打球那颗羽毛球、那个网子、那个球场，这确实是经济部的事情，因为是制造业嘛，场馆经营啊等等。但是从来没有听说选手的签证要经济部发哦，经济部怎么可能去管这个左营训练中心给选手吃什么的？这真的不可能嘛？所以应该是体育署的事。事情，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调和这三个本位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他们的不同的立场试着公开给所有的人知道。当时就是在 PTT、在 Mobile 01、巴哈姆特、雅虎电竞等等的这些乡民看到了我们这个会议记录之后，哎，就有人想出一个很好的想法，说他觉得围棋也是一种电竞。为什么呢？因为围棋训练都是用网络在训练了，电脑也下得比人好了。那一年刚好 AlphaGo 出来嘛，那所以呢，在围棋的情况下，它就是一种回合制的电子竞技。那我们也有很多围棋专班呢，围棋的替代役啊，培养围棋选手。等等，所以本来那个琴棋书画的百年传统，但是围棋作为一种电竞，应该没有百年传统吧？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去帮忙培养啊，有训练等等，所以别的电竞也不需要额外再帮他加一个，只要重新去把围棋想成一种表演性质的一种技艺活动，那这样子的话，别的电竞就可以顺着围棋的路往上。也就是说，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就是希望选手能够得到好的待遇，不要变成说好像孤儿一样，没有人能够帮他发签证。这一点是三个部会都同意的。他们缺少的只是一个 insight，一个洞见，说哦，原来我们在围棋已经处理过了。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感谢这一位很专业的5楼的留言哦，就在 PTT 上第5个推文的人呢、啊，前面4个因为都没有看过就推了，大概都不是很专业，但是第5个大概都是刚看完就推了。那他为什么可以看这么快？表示他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所以我就把专业的5楼的意见带回了行政院，我们就在3次会议之后就解决了电子竞技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在说，其实没有任何公务员会想要说哦，我们。贬低选手，让选手过得不好，绝对不会嘛。他们的问题只是，这到底算什么选手呢？那这样子的话，有一个这样子匿名的空间，让大家像 Slido 留言一样，可以很专业的把这种建议推上去。那这个就是一个安全的对话的空间。所以只要有一个安全对话的空间，我到今天都还觉得，2016年那一位乡民很可能就是承办人了。他换了一个笔名上去 PTT 推文了。那因为这个长官都在嘛，他不好意思在会议上面讲。
所以有个安全的，他打破了阶级的空间，但是又愿意就事论事的回来去讲的话，共同的价值就可以调和不同的立场。所以像 Slido 这样的空间，用在好像公司里面的我们叫 All Hands Meeting 啊等等，就是让大家都有机会来讲说，哎，接下来我看到工作上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对事不对人的方法，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社会创新哦，也很推荐大家使用。这个中文翻译是我翻的，所以 Slido 的界面如果有什么中文上面看起来有问题，也随时欢迎跟我讲哦。好，我通常第一个问题会讲比较久，因为给大家比较多时间投票。我们现在看到底下的问题的票数都开始变很多了。不过我还是想问一下，因为我现在隔着荧幕好像看不到现场的大家有没有举手，实际上那个画面是冻结的了，对我来说。所以不晓得是不是有人举手，或者是有人想要在线上或现场发言。如果有的话就麻烦我们的主持人 Q 一下，没有的话主持人就跟我说一下，我就往下了。目前应该是没有的。好的，那有29位朋友们想要问说，哎，请问政委你怎么看组织当中的霸凌哦？有的时候是上对下的霸凌，有时候是同侪之间的霸凌，如果我是被霸凌者，我该怎么调节哦？我在前几个月有接受这个辅导，就是日本的辅导地区的很多中学生，好像也包含一些小学生哦，中学生为主了，来跟我这个访谈。那他们也问到同一个问题，因为大家知道在311之后，辅导的一些学生他要有一段时间是去别的地方上学，那等到他们的家乡重建的差不多，这几年才又搬回辅导来。那他们在搬去别的地方上学的时候就遇到了霸凌的现象，有人说他的同学会离他很远，说你身上都是辐射线啊什么的，总之就是会让人很不舒服的一些对待。你说他完全是恶意的吗？也不一定完全是恶意的，因为他心里会恐惧嘛，觉得说辅导这个听到或看到就感觉到恐惧。可是无论如何，对于被霸凌的那个人来讲是非常不舒服的一个感觉哦。所以他就问我说，那要怎么办？不管是老师对他或同学对他，那要怎么办？虽然他现在搬回辅导没有这个问题了，但是显然是有受伤嘛，那个记忆还在他的心里哦。那所以我就跟他说，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那我自己小的时候8岁被霸凌的时候也是靠这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要喜欢自己，不管别人是不是肯定或否定你，要喜欢自己，要了解说，诶，现在全世界都碰到疫情，都碰到大家要团结起来，要想办法重建，要面对很多的未知不可测等等。那他作为一个从辅导出身的人，他就比其他人多了10年的经验，有多了10年的时间来面对我们现在全世界正在面对的，要怎么样子防疫，怎么样子重建等等，怎么样调适自己的心理。所以他有很多独特的经验可以分享给现在很需要的人。那所以要因此去想说，之前的那样子不舒服的经验里面也有一部分是正向的，就是它是可以帮助其他人，帮助所有人的。那这个呢也是我们现在说台湾 can help 嘛，像我们在 SARS 2003年的时候孤立无援啊，要自己要处理 SARS，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多了很多经验，超前部署等等。那所以第一个要喜欢自己，那第二个就是不要把这个当做你个人的事情，要把它当做一件公共的事情。好比像说就要在跟这个台湾来的那个阁员的这个新闻都在报道，甚至就是有全国性新闻的情况下提出这个也就是说把它变成一个公共的事物，把它变成一个大家都在讨论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去让整个社会了解到，哦，这件事情不是要这样子做，应该有更好的做法。那这样子也是一种对事不对人，就是不是特别针对那个霸凌者说什么，但是呢就透过像这样子的空间提出具体的我们未来怎么样做才可以避免这件事情发生等等的一些案例。那这些案例接下来就会变成一个做法，那这样未来想要霸凌的人就会觉得说，诶，他这样子做事是不行的，因为之前大家已经开始注意这件事情了，所有人都会发现这是霸凌，那这个霸凌者他反而会被孤立，而不是说他跟大家一起来孤立这个被霸凌者。那这个透过公开的讨论就可以把这个权力的不平等把它反转，即使是老师也一样，如果他的校长他的督学都已经在讨论对于辅导来的人
怎么怎么样子的协助的话，那他也不会敢在言语或者态度上面去霸凌这个辅导来的学生。那所以我当时是这样子跟他讲的。那因为这位期望者他并没有很具体的说接下来想要就是让怎么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所以我也只能先回答到这边，算是一个抽象的回答了。那如果之后有别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可以再回来讨论这一个题目。那有举手或者是想要线上发问吗？没有的话我们就再往下咯。有31位朋友们问说，上司是意识很坚持的人，如何做有效的沟通让他可以接受建议？那我的经验就是说，可以练习一种我们叫积极聆听的一种方法。积极聆听不是说就一直听他训话，不是这样，而是说听了他一阵子，好比像说两三分钟之后，那你问一个我们叫 clarifying question， 就是说问一个确定他意思的问题，又或者是说以他讲的话做一个引申，然后说哎，你的逻辑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因为这个感受或者是这个事实让你做出这样子的判断等等。但是呢，不是去对他的这些判断说这个好这个不好，你有更好的建议，都不是，而是确保你能够充分的进入他的立场，来看到他从他的立场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积极聆听是一个很容易练习的技巧，你只要找你的朋友让对方一直讲话，然后你不要打断他，你就是用一些非语言的方式点头啊等等等等，然后我们约五分钟好比，那五分钟之后呢，那就换你讲话，但是你讲的这五分钟不是你自己的意见，而是你把你听到的这五分钟他的意思用你的话重述出来，并且做一些延伸等等，或者最后问他几个哎，那你是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呢的这些问题，那他再花五分钟再来回答你等等。但是一切都是以他的立场他的看法为出发。那当你这样子练习个两个人各自一个来回就是十分钟嘛，当你这样子练习了30分钟，也就是三个来回之后，那通常对于大部分的事情你都会已经完全理解他的思路。那在这个时候第31分钟开始你就可以说话了，你可以延伸着他的思路说哎，那我觉得要达到你的这个价值，我觉得还有这个更好的方法，或者是我未来要照顾你的感受以及其他人的共同感受，我觉得这样子的方法如果再加这么一点点的话会比较好，或甚至是说你这个方式不要一下子就做，可以慢慢的来做，或者这个方式不要拖那么久，可以快速做一点等等。但是你看你是延伸着他的思路，在他的思路的盲点或他没有想清楚的地方去提出你的意见，那这样子的话因为对方已经有那个信心你完全了解他的看法了，所以你这样子延伸着他的思路讲出来的，从他的角度来看就好像是有人跟他一起想，把他的想法延伸出去，而且想得比他更清楚。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他当然就会接受你的建议，甚至会有一种好像他的脑波被你控制了的那样子的状况出现。但是这个都是建立在你是很专注的去听清楚他的想法他的立场他的感受，至少30分钟这样子的时间，而且是积极的去听哦。我自己的经验大概都是这样子的，希望有帮助。好，看大家有没有其他想问的或者举手发言，没有我们就往下咯。好，那有27位朋友们问说，主管呢觉得自己很公平，但是呢最不公平的就是这一位主管，但是呢他没有这个自觉，就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公平的人，那么该如何让他了解自己的问题啊？那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就是延伸着刚刚那一题的回答，我想关于他觉得他的公平的那个公平到底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讲的是equality，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讲的是 equity， 就是说每个人不但有公平的机会，而且也按照自己的能力跟多元的不同的发展方向的不同，能够确保每个人都发挥到一样的程度，也就是现在第一个可能翻成平等，而第二个现在比较翻成平权呢。那光是公平这个就有两个主要的不同的脉络，那甚至如果有看像正义论呢等等的这些伦理学的著作的话，关于它的结果的平等、过程的平等、机会的平等等等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所以光是公平两个字我觉得是没有办法说明一个人他的处事的方法的，你可能就是要透过像积极聆听的方法先确保说他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有的时候他的逻辑是自洽的，就是说
是自我一致的，只是什么呢？就是实际的状况跟这个逻辑有差别。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延伸他的思路，我们就可以说，哎，你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实际的目前的状况，也就是好像浏览器有一个快取嘛，你看过的网页会先存在你的电脑里，之后如果网络连线有问题或怎么样，它会先显示那个旧的版本的网页，来确保说，哎，你不会完全看不到东西。但是这个时候，有时候如果快取没有设定好，它没有清除的话，就算这个网页有了新的版本，你连上的时候还是在看到旧版的资料。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嘛，要按 F5 啊，或者是要按这个 Command R 或 Control R，要按那个重新整理的那个图示，让新版本的这个事实进入他的脑海里面。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去听他对于公平的这一套想法、这一套论述，而且确定知道他的这个价值到底是效益主义的，还是义务论的，还是德性论的等等的这些基本的思路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帮他按那个 F5，因为你跟他在看的网页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的新版也就不是他的新版。所以我具体的建议就是两个。一个是说，你要帮助一个人有自觉，你要先确保他脑里那个快取的那个样子，你要先明确的让他讲出来。那第二个就是说，当他讲出来之后，如果他跟事实的状况真的已经不符合了，这个时候因为你已经融入了他的思维，所以你就只要帮他按个 F5 说，哎，可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子的情况了。那这样的话，我想任何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都不希望是在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的情况下来工作。那所以当他的价值受到照顾，只是需要有新的参数进来的时候，我想大部分的人就比较听得进去。所以还是一样，要先理解他的这套伦理的观念到底是什么，那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改变他对事实的这个理解。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好，那如果没有人举手，那我们就往下。有25位朋友们问说，请问要怎么样子来正向的面对冲突，而且更重要的，在冲突之后彼此可以互相协调，而且共同来解决面临到的问题啊。那我常常打一个比方，就是说台湾其实跟日本一样，常常有地震嘛。那为什么台湾常常有地震呢？就是因为我们一面是菲律宾的海板块，那另外一面则是欧亚的陆板块。那这两个板块呢，本来就常常发生冲突，每次发生冲突就有这个张力啊，然后就会地震。那但是呢，我们心灵的防震结构如果做得好，现在很流行叫 resilience 恢复能力、韧性，如果好的话，那这样每次地震完之后，那玉山就会又上升一点点。我们平均每年玉山上升大概3公分左右哦。那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冲突我们只要有把冲突转化成共同创造的这个能力，就是一开始从不同的立场发生冲突，凝聚出共同价值。接下来这个共同价值透过创造把它变成一些新的想法，可以达到这些共同价值。那这样就好像玉山升高一样，我们就有一个先汇聚大家共同价值，然后再发散出创新，再一起实践创新，这样子一个类似设计思维 design thinking 这样子一个做法。所以我常常是说，这个创新呢，就是由创而新，先有创伤啊，先有这个冲突，然后才有这些新的想法，不得不出现的新想法。但是如果你没有心灵的恢复，那就不是创新了，可能就是创伤啊，由创而伤。所以就是有没有恢复力，这个是最重要。我举例，好比像说，像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台湾社会面临了一个很大的冲突，就是现在日本也在面临的，就是不同性别的人跟相同性别的人，如果要就是结婚的话，那要不要给他们一样的保障呢？那这件事情在亚洲其实很多国家都在讨论，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达到了一个定论，就是因为这个在亚洲是一个有非常大的社会冲突的一件事情。而且呢，不像欧洲或美洲是宗教相关的，我们这边比较是家庭相关的。像在台湾，我们就有很多人说，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要发明什么儿婿啊，这个女媳啊，这个族谱啊，这个反正家庭跟家庭不是只是两个人结婚，而是家族跟家族的联姻呢？那这个姻亲的关系到底要怎么样计算呢？非常难计算嘛，尤其是如果是用这个汉字的这个部分的社会的台湾社会的话，那大部分
分还是用复系的方式来计算。虽然我们的法律其实在2008年以后就已经变成说没有特别要从父姓或母姓，也没有特别用哪一边的财产制，然后双方完全是平等的，而且这个两个人就是只要去户政事务所登记，不需要去举办盛大的仪式，举办盛大的仪式如果不登记也不算数啊，这个是2008年以后新的制度嘛。但是这个制度毕竟2008年才十几年前的事情，那所以绝大部分长一辈的朋友在他们自己结婚的时候还是不是结婚的概念，而是婚姻，就是包含联姻的概念嘛。那所以结婚跟结姻在这些人的心中它是黏在一起的，但是在比较年轻一辈三十几岁以下，那么结婚跟联姻有的时候是可以分开的，因为大家都是在登记婚的这个世代。那这个也不止我们啊，日本韩国、泰国每个地方都面临相同的这种挑战。但是呢，我觉得台湾最好的一点就是我们是正向的来面对冲突。当时不管是在我们的join平台，不管是在我们的协作会议，不管是在我们的就是大法官的视线之后，各个不同的朋友在公投的时候的讨论等等，到最后就凝聚出了一个共同的价值，那就是我现在把它叫做结婚不结姻的这个价值。就是如果是婚姻平权的情况下，我们平权的只有婚的部分而没有姻的部分，那这样子的话当两个同性的人结婚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同意不要去动民法，那透过一部超连结的方法确保他们的权利义务都得到照顾，但是我们不需要再去发明新的姻亲关系，这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并没有因此这两个家庭就有姻亲关系。哎，这个就有点像地震之后玉山升高，因为这个以前在其他的国家没有人提出过，这是一个台湾的创新的发明，但是这个发明非常的有道理。所以当他真的通过三读通过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本来是结婚那一派还是婚姻连结那一派，都觉得这个新的价值虽不满意但可接受，而能够接受我们新的这种婚姻的这个跟结婚分开的这个概念的也趴数也现在也变得比较高，现在是几乎是大多数的朋友不管年龄层都可以接受这样子一种新的处理方式。那我花这么多时间讲这一个案例，就是说因为这是我记忆中整个社会正向面对冲突，真的冲突非常剧烈但是真的解决了冲突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所以未来大家在工作上不管遇到什么冲突，大概不会比2018年的这个冲突要来得大了，所以也可以想一想有没有什么方法去选每一边站，去采取体贴每一方的立场，但是透过创新想出解决方案来。好，那如果没有朋友要举手，没有吗？好，那有吗？我们可以先画面又冻结了。我们可以先就Slido上面的提问先回答。好啊 ，OK， 好。看完之后，我们再邀请现场的。好啊，没问题。好的，那有23位朋友们问说，请问在推行政策的时候，如果遇到了挫折或者遇到了负面的评价，那么要怎么样子调适自己哦？我自己的想法是两个。一个就是要睡饱8个小时，任何时候都要睡满8个小时，可以超过。好比像说我最近在处理比较困难的一个案子，关于第二剂的接种等等。好，你出一个方案了，那但是呢因为这个要调和非常多方的立场，不是像电竞只有三方了，这个应该是每个县市都有自己的立场，所以要调和非常多的立场，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加班，那我就会睡到9个小时，像昨天晚上就是睡了9个多小时。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有充足的留给自己休息的时间，那不管是多少方不同的立场，我一醒来就会想到一个还不错的能够综合所有人的看法的这样的概念，那这样子的话不管什么样子的批评什么，我都把它变成创作的素材嘛。那当然我创作出来的东西也不是我说了算呢，也是交给指挥中心，交给其他的朋友们去进行进一步的检视，那同样的也是他们创作的素材。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虽然就是最近这套系统被很多县市长，因此指挥中心后来也把它叫唐凤系统啊，就是有种冠名的感觉啊，原因不明。但对我来讲，就是说这个就是我把这些素材，批评指教的素材综合过，想出一套新的价值去把它解决之后，那我们就分享给所有这些朋友。那我也不会觉得好像冠了唐凤系统两个字我就要去做全部的决定，我就是做一个价值融合的这个工作，确保说
我们的长辈，好比像我自己的阿嬷，88快90岁了。那她如果想要，就是第一季，因为她是去大型施打战嘛，我们确保说她如果想要去她附近的诊所，她觉得护理师这个人少的时候照顾比较好，你不要剥夺她的权利嘛。但是如果她一直都没有登记去她的附近的话，那我们也确保她的里长，可以在同一个时间，也不会比她登记晚打到的情况下，能够通知她回去本来的大型施打站，去进行接种。那这样是一个两全。的做法，但要怎么样达到这个两全的做法，就需要很多的想象。那但是呢，我不会觉得说，这些对唐风系统的攻击或者这些负面的评价是对我个人的评价，这个只是一个作品嘛。那就好像日本常常说我是什么 IT 大臣什么，那我就觉得说，好像这个 Odori 唐啊 ，Odori 唐这个，其实在他们那边已经变成一个像动漫角色，因为台湾人都知道说，我主管的是数位，是人跟人的连接，并不是 IT 嘛，并不是科技，我们有科技部啊，并不是机器跟机器的连接。那但是无论如何，对于这样子的创作，我还是觉得很高兴，因为这样子可以确保说，好比日本朋友就常常拿我的这个名字的动漫角色去刺激他们的内阁嘛，那到最后他们的内阁也就设立了数位厅啊，也就说要招募这个100个这个民间的公民黑客专家，来这个中央政府一起工作啊等等，总之他达成了好的效果。那但是这个跟我自己可能已经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的态度就是，第一个先睡饱，那第二个把批评当作素材，也把我综合这些素材的创作也当作素材再去分享出去，那这样自然就不会有无法调试的这个状况哦。好，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那有18位朋友们问说，在外资企业里面常常碰到一个冲突，就是在地文化的观点跟母国的文化观点的冲突，那往往都是以母社的决定在现地来执行，而现地的主事者随着时间过去，已经慢慢趋向遵照母社的决定来执行。请问可以如何有效的沟通，来促进包容不同的文化差异，来符合现地最适当的做法？其实就以这个疫苗的预约平台来当作例子好了。我们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要所有人都来用。我们当时有设定一个年纪，那在这个年纪以上的是用传统接种通知的方法，这个年纪以下的那才是用这个网络的登记跟预约。那我自己呢是比较保守的，我自己是觉得说，可能49岁以下再来用这个系统。那我的立论是去看我们所有在手机上面有能力自己安装 APP 的这样子的年纪，那这个年纪在49岁以下，几乎所有人都有能力自己在手机上面安装 APP。 那我想说，你有能力安装 APP， 那这样子就是去买口罩啊，去这个线上预订啊，本来就应该是有这个能力嘛。那所以我们要求说49岁以下一定要来用这个平台，应该不是一个很严苛的一个要求。那但是呢，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每一个不同的县市长都有不同的想法。大家可能知道很有名的，就是在台北的话，85岁以上就已经是在用网络的登记的系统来进行预约嘛，台北是自己推行的系统。但是呢，在很多的县市，特别是它的偏乡比较多的县市，那它是绝对不会答应的。那但是这些不同的年纪到底要怎么样子调和呢？那当然最后在所有县市长我一个一个去讨论之后，大家都约定到了64岁的这样子一个年龄层。大家觉得说64到50这一段年龄层，在各个偏乡如果没有能力去用手机的话，那我们新增电话预约的管道，确保他念得出他的健保卡号，那他的里长啊、民政系统啊等等都可以帮他预约，等于是用打电话去补上了50到64岁的这一层。跟你可以想说，从中央的角度来看，这个一定是比较麻烦的，因为我们要确保说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不同的代办的系统，超商有超商的方法，超商也觉得说，那我不要管县市啊，我这个超商如果刚好在这个县跟这个市的交界点，那来我的超商插健保卡的人，这个超商也觉得，那我应该要让他去近的地方，那而不是说去同一个县市里面比较远的地方，因为它就在县市的边界嘛。那但是比较近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是地图上距离近就是近，
但是呢，也有一些刚好在那种翻山越岭的地方的超商，他就说不是，是开车的时间短才叫做近之类的。那所以总之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我们这套系统也因此变得非常非常的要体贴，在超商有一套距离的算法，在药局有一套算法，卫生所跟药局的算法又不完全一样等等。那但是呢，为什么我们最后是这样子来进行？就是因为说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这个价值在七月，就是要在七月底达到25%的第一季的覆盖率。那当然我们超标嘛，30几%嘛。那但是这个数字到最后就把所有人都团结在一起。但是这个 KPI 这个数字，你说是总统定的，确实是总统定的。但是总统也是考虑到说，当我们如果三级警戒要逐步降级的时候，怎么确保在疫调的这个速度去追赶的时候，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四分之一的人有打过疫苗，可以确保疫调的速度能够追得上这个病毒传播的速度。那这个就是靠第一剂的接种率嘛，没有别的方法来做到，所以它后面是一个客观的公共卫生的这种事实。那我讲了这么多的细节，就是因为说，你看，我们不是说中央有疫苗的分配权，我们就忽略地方；地方也不是说他们有卫政系统就忽略民政系统或里长。就算是民政系统或里长，在每个地方又有不同的要求。那我们中央的想法就是说，你每一个想法进来，我们就只问一件事。我们如果实做这个建议，能不能够达到早一点在七月达到25%的第一季覆盖率？我们只问这一件事情。所以我想回到这个问题，要说服彼此不容易，但是呢，如果先确立这种这个共同的价值，像我们的口罩，一开始就是75%的人都必须要能够买得到口罩，后来当然阿尔法病毒出来就要90%的人都能够买得到口罩。那我们的疫苗一样25%的覆盖率，那我们的这个简讯十连制，那一下子就要有150万，现在其实快200万了啦的这种小摊贩店家要能够去张贴等等，就是我们当时定这些 KPI 的时候不是胡乱定的，它后面是有公卫的这种科学基础。所以我的具体建议就是说，找到类似的这样子的共同事实的基础，当你发现母社的这个决定，他的决定后面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这个价值是可以量化的时候，试着说那我现地的这个做法更能够达到大家共用的这个价值。所以不是在那个做法上面去争辩，而是说这个做法也许在台湾的某些地方适用，但是在台湾的其他比较不像日本的地方，那我们就必须要去使用另外的做法，但是这个价值还是母社所讨论出来的价值啊。所以希望我们具体的在疫苗的这件事情上面的经验，中央地方跟地方跟各区各里的经验呢，能够就是对大家有一点帮助。那有20位朋友们问说，请问政委，觉得这个自己的思维逻辑跟一般人的差别在哪里？如何训练自己能够像您一样全方位的思考，并且用高 EQ 的方式来进行沟通？当然除了这个要积极聆听，要睡饱8个小时，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之外，那我再多分享一个，我觉得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选每一边站不是轮流选边站。常常我们觉得说选边站是非此即彼嘛，好像是说一件事情它一定有攻击方有防守方，有比较保守的有比较激进的等等。那我们常常是说我要选一边站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在那个时候抛弃了其他的边，我就跑到这边去了。所以如果一个政治人物他一下子选这边一下选那边，那会被叫做言行不一，前后反复嘛等等。那但是呢，我的立场不是这样子，我的立场是当我在积极聆听你的立场的时候，我并没有放弃掉其他人的立场，也就是说是同时的选每一边站，而不是轮流的选每一边站。那这个呢，就要确保说我们不是以我们的所谓的标签的认同来做自己的定义。因为常常我们讲话的时候会自己贴标签，说我就是什么人，我就是什么人。那当然这里讲的不是星座血型这种一出生就决定的事情，而是在讲的是说不管是国家地区啊文化啊等等这些后天的这一部分。那这些后天的部分的特点就是说，其实它是由经验所造成的。就算是一个人他说他是台湾人，但是他这句话的意思
很可能是他跟台湾的这整个社会的互动的经验来造成的。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其实并没有排除别的经验嘛。那所以像关于这个，因为今天讲的是这个多元涵容嘛，多元包容。那像我在日本很多这个 LGBTQ 的朋友访问我，那我就说我是在十三四岁有经历过一次青春期，我在二十四五岁又经历第二次青春期，但是我不会说我什么时候是男生，什么时候是女生，我会说我有这样的经验，我有那样的经验。那大家可以观察这个中间的不同，就是说当我说我有第二次青春期的经验的时候，我并没有否定我第一次青春期的经验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不管你自己的青春期经验是什么，你跟我有些共同的话题。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共同的话题是把人跟人之间的不同的经验汇聚成一些共同的价值。那这样子的话，我就自然不需要变成说我是选这边站还是选那一边站，而是我跟这边有这些共同的经验，我跟那一边又有一些共同的经验。那所以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我经验过什么，以及我跟别人有哪些共同的经验，那这样子的话自然就不会有好像说这个只有能单方位思考，或者是你做这方面思考的时候觉得你背叛另外一个方面，没有这个问题嘛？因为都是用共同的经验出发，而不是从我是这个标签或你是那个标签来进行出发哦。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好，那有十八位朋友们问说，中国在科技的应用方面哦，有许多似乎走在台湾的前面，例如像说行动支付、自驾车、电动车、人脸辨识等等啊，那请教这个对于两岸科技发展以及应用的想法哦。这个问题在2015-16年的时候我常常被问到，但是在最近一年以来，就是自从这个蚂蚁金服被只要讲一个比较政治上面中立的用词哦，被严重关注，之后那或者是说这个他们包含滴滴打车啊，包含其实几乎所有你现在列举出来的这些东西，在最近几个月都被严重关切，甚至是线上的教育啊等等的这些，它比较像是服务业性质的，所有服务业性质用网络来进行平台服务的这个性质的东西，在最近都被严重关切。而且呢他们显然已经没有那种服务业要透过平台的规模化来走在全世界前面的那个羞耻了。如果你去看他们的经济文件、国策等等的话，现在都是回到一个以制造业为主，就是比较像德国之前的这个给国际的印象那样子的做法哦。所以从2015-16年到现在，确实很可能是因为疫情啊，还有国际形势的转变，那对方就是北京当局对于这些科技应用的想法可以说是有了180度的转变。所以就是现在我就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想法已经有所转变了。那我如果是回到2015-16年的情况来回答这个问题，这倒比较有可能。就是说2015-16年确实像行动支付，那为什么他们会那么想要推行动支付呢？有一个道理，就是说他们很想要掌握每一个不同的国民他的消费足迹。而为什么想要掌握呢？是因为他们想要发明一种不是只是关于金融的，而是关于人的政治跟社会活动的通称社会信用的这样子一种模式。而这种模式也不是一定全国性的，他们每一个省甚至每一个市都有发明自己的一种，就是怎么样子来累积社会信用点数，才给他社会上面的一些规范上面的支持，好比说可以做商务舱之类的。那然后哪一些就是如果没有社会信用的话，那就没有办法，甚至连出门都很困难哦。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其实可以说是社会信用系统它为现在他们的健康码系统可以说是打下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基础。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他们要发展这些，不是像我们这边讲的是要让生活更方便，或者是说要跟让人与人之间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来彼此沟通等等。他们来发展这些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要练习一套大规模的社会控制制度。那在那个制度里面，其实它的设计是非常不透明的，只有这个人民对他们的政府透明了，他们的政府对人民是完全不透明的。所以像我们这边讲信用，大家想到的是信用合作社或者民间的一些
储蓄互助啊、标会啊，甚至或者是一个人讲话有信用等等，它绝对不是这种用一个省政府或者是一个市政府去标定一个人的社会信用的情况。那但是因为用的都是汉字嘛，所以他们就是把一些字像透明啊、社会信用啊等等去做了一个相当不同的定义。那所以对他们来讲，在那个架构里面，现金是很不好的，因为现金有匿名性、游客否认性等等，所以现金交易呢就很难去计算出一个人的所谓的社会信用等等。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看他们这种从上而下的发展，有的时候就是要看他要达成的社会或者管制的目的。那现在当然在疫情之后，其实他们也有因为疫情来发展出来的更严密的一些管制系统。那这些管制系统的出现，那大概也都是由国家来直接定义，那就不一定要完全透过像蚂蚁金服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执行哦。他们都已经更习惯了由上而下的一些做法，那所以他们现在就发现说，哎，这些服务业有自己的这个平台的演算法的设定权嘛，那所以好像是有点把权力分散掉了的感觉，所以他们现在又把它集中了，又把它收回来。那我们这边当然是没有这种所谓国进民退的这种事情，就算我们国家级的投资像国发基金，基本上也不会投资到超过 49% 的股权，也就是说不会因为你发展的好下一秒就变成国营事业，没有这种事情。那我们的大部分的创业跟育成的这些资金也都是在你实际上市以前才进行这方面的投注，这跟世界其他的国家，但是不包含北京当局是一样的。那比较不会有这种明明是已经是上市公司了，那我们还确保说，哎，这个新的竞争者无法进入市场，当然不会做这种事情。但他们因为是如果只有少数的一两个 player， 他们真的是比较容易规管，所以他们反而会去做说，好比像说风险投资在某些国家重点领域里面反而比较不让它进入市场，最近一年有一点这样子 的迹象，比较会有这样的操作。那这个在台湾是很难想象的操作，我们大概不太可能做这种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不同的跑道上了，不同的跑道的意思也就是没有什么好比较的，甚至有的时候是背道而驰，两个人反方向跑去比谁跑得快到底是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谁跑得快我是大概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啊，大概这样。好，那有21位朋友们问说，您曾经遇过最无理的事情是什么，当时是怎么处理的，包含自己的情绪啊。我当然遇过相当多无理的事情啊。举一个例子来讲，在当时就是口罩实名制的时候，那我在附近的药局，2月6号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就看到我附近的药局的药师在玻璃窗上面用 A4 纸贴了"不要相信 App" 惊叹号，那个惊叹号自己一张 A4 纸，所以真的很大的字哦。那这个 App 是什么呢？就是口罩地图。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协调这个台南的一些公民科技的这个领导者，好比像说我们吴展伟或者是江明宗，那他们当时不是做了一个我们在药局排口罩的时候可以用手机就看到前面的人刷了健保卡买了几份口罩，所以就可以确保没有囤积啊，可以确保你不需要白排队啊等等的这些很棒的创意吗？那但是呢在此同时，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药师们也有另外一个社会创新，就是发号码牌。所以在一大早就是大家去排队的时候，要是根本就没有过健保卡，他就一个一个发号码牌，一个一个健保卡收到柜台，然后告诉顾客说，啊，等你傍晚再回来拿口罩跟你的健保卡。那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口罩地图完全失灵了，因为他们是在中午午休的时候一张一张刷健保卡，所以你在口罩地图上看起来就是整个早上他一张都没有卖出去，中午全部卖光了，然后呢之后呢他就没有了，那看起来就很像药师在暗杠。那所以这个时候药师就这个很不高兴，因为他电话接到手软，所以呢他才贴了不要相信 APP 惊叹号。所以我在这个踏入那个药局之前，我2月6号没有踏入那个药局哦，因为我一看到就觉得非常玻璃心，就是非常不舒服。就是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做的这个创新，真的很不错，口罩地图。那他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就是发号码牌也很不错。但这两个加起来就好像可乐放曼陀珠进去哦，就是都很好好的东西，但是就爆炸。那所以那个爆炸的感觉真的很不舒服，而且尤其看到那几个大字哦，真的很不舒服。那但是呢，我回去就睡满了8个小时。
睡眠品质没有很好，但是想办法睡满了8个小时。然后醒来之后呢，我就鼓足了勇气，深呼吸，把自己的玻璃心强化。然后呢，这个在药师看起来精神跟这个情绪没有那么不好的时间，大概下午他已经过卡过完了。然后我就鼓足勇气推门进去。然后呢，在他还没有来得及骂我之前，我就赶快买一些冬虫夏草、人参什么东西的。好，那这个我们这个伸手不打笑脸人，所以好，那但是当然他那个贴的那个大字还在，所以从我看起来不是对我个人无礼，但是对于我们创作出的这一套社会创新，他真的就完全否定了。那所以呢，我在结账的时候就去问药师，那我一个很标准的问题就是，那如果你是唐风的话，你要怎么做？就是因为我没办法了，所以你有什么办法？那所以呢，药师当然他其实脸色也没有很好，他就说那他们有一个群组了，就是讨论号码牌那个群组，他回去问问看，我明天再来这样子。好，那我又隔了一天又去，那我到了门口就发现那些 A4 纸拆掉了，哎，但是我什么事都没有做，所以表示他们找出了解决方案，那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我一进去，他就跟我说，好了，我们昨天群组晚上有讨论出来，讨论出什么来呢？就是你们那个进销存系统啊，进了几片口罩，早上进200片，我要 key 200上去。有人发现前面可以放一个负号，放一个减号，也就是说我号码牌发完的那一秒，我就说那我进了负1000片口罩，我的库存就掉到负的了。那你们那个地图没有办法处理负数，所以说呢，我就从地图上消失了，所以就好像一个隐身斗篷一样。那然后呢？所以他就不怕这个 app 啦，因为他一旦这个发完了号码牌，他就赶快进负1万片口罩就可以了。这个已经接近那个白帽骇客的那个水准了，那就是成功的攻击了我们的系统。那但是我当时也没有面子问题，虽然对方说你不要跟指挥官说，那我就说好，我不会跟指挥官说。那但是要记得充正，就是晚上睡前要记得正1万片回来，不然隔天你还是就是没有办法卖口罩嘛。那他说好，那但是这个政委你要确定啊，健保署不会找我们算账，like literally 来算账啊。好，那我就确定。所以之后我就回去跟健保署的朋友讨论，我们讨论两件事，一个是说礼拜天要让药师能够休息，那但是愿意开门的卖口罩的还是可以开，但是至少我们有一个铁门拉下来的按钮，那礼拜天大家铁门都拉下来。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每一天的任何一个时刻，他不需要去负1万片口罩，他也可以说，那我就像礼拜天，他不像礼拜六，他只卖半天，他礼拜六中午的时候按一下那个按钮，铁门就拉下来，就从口罩地图上消失。他如果是礼拜1、礼拜2，而他发号码牌，那他到早上9点半发完的时候，他按一下按钮，哎，他就把铁门拉下来。所以健保署呢，其实你看没有否定这个因地制宜。我们反而是写一套系统，让他不用来骇入我们的系统，就可以去把铁门拉下来。那这个做完之后，哎，这两个社会创新，那就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大家就发现说，哎，你就不用这个白白排队了。那之后，包含到超商啊，很多方式去舒缓了药局排队的人潮，药师也比较能够处理了。所以我的情绪在第一天就是那个玻璃心的情绪哦，非常不舒服，然后心里扎满了玻璃。那我解决的方式就是回去就是睡好睡满。那醒来之后呢，我处理的方式，处理我的焦虑的方式，就是说，我没办法了。如果你是唐凤，你要怎么办？就是一个非常虚心的一个情况。那第三个呢，当他真的想出一个办法，但是担心会被指挥官跟健保署算账的时候，那我就负起责任来，我就说我们来改变我们的系统，让你不用承担风险。那所以呢，先省力，然后同时又安心。我想省力跟安心这两个共同价值一起照顾的时候，那就我自己的玻璃心也好，他的玻璃心也好，哎，都不成问题，我们就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也不会把它当作是没有礼貌了。那真的要讲的话，后来的不管简讯实联制还是疫苗预约平台的那个冲突感，都没有口罩地图第一天上线的那个冲突感要来得高，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都能够调试了，那现在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那有21位朋友们想要问说，政委好，想问当自己原本对工作有热情，但是亲身反映这个事情给主管，那主管之间呢，当然会互相私下谈话，那完全来没有找这位朋友来求证，那而且在没有求证的情况下，又下了其他的结论，那后来呢，其中的主管呢，
就开始以哼来对待，就是说讲话的时候或者在群组讨论的时候，他不会说了解，不会说知道了，会说哼。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种变相的，就是情绪的，我们叫 microaggression 嘛，就是一个小的攻击哦，变相微攻击哦，微霸凌是一种霸凌。那渐渐的，对这个环境，这位朋友就失去热情，而且不愿意多说话。那可以怎么思考来帮助自己来恢复热情呢？在不欣赏的这个小文化上面哦，仍然要保持水准的工作品质哦。有的时候就是看到一些文字，你要对这些文字有什么情绪，其实可以自己决定的。大家都知道，在网络上面，我是抛弃掉我的肖像权，所以呢，任何人都可以去变造我的照片跟名字，然后去制作梗图。有的把我做成什么唐凤过台湾脑波耕田，那个算比较正面的客委会。那有的呢，则是跟动漫角色相结合。有人说我很像一个叫伊娜的 VTuber，那也有人说我很像猎人里面的旋律等等。那总之呢，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创作。那当然呢，也有一些比较政治意味的，那就会再去做进一步的比较负面的否定的这种创作。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些文字、语句等等上面，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先像我一样，就是去泡一杯茶，就是在看到各种不同的文字，或者是听到不同的这种话语的时候，你如果有不舒服的感觉，可以把它想成一种精神上面的按摩。那举例来讲，我就示范一下，就是我这个茶杯是空的，那所以我现在如果现在在荧幕上面看到不舒服的字的话，那我会做什么呢？我就是现在就去厨房拿2个不同的茶包，然后放热水，所以我过大概30秒之后回来。作为30秒的时间，我们也可以稍微想一下，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提问，跟我们在网页上面有没有一些新的提问，你觉得还不错，我可以再继续按赞的，我们都可以稍微去做一些准备。那如果有想要上厕所的伙伴，我们也可以赶快跑跑跑跑跑，来处理一下我们的一些小事这样子。好，提问的部分要记得，我们可以持续去做提问哦。然后现场的伙伴，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准备一下我们的问题。那如果说有想要举手发问的伙伴，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先去做一些准备。好，那为什么要稍微休息一下？是因为真的要这个证明哦，真的是2种不同的茶，而且是日文的。好，那一种是柠檬草，然后另外一种是麦茶。那我在厨房里面这个随时都有大概20-30种不同的茶包。那所以每一次我在看到一个新的不舒服的字的时候，我总是可以去找出2种我从来之前没有混合过的茶，因为 C20:2 就是接近400种嘛。好，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这个味道对我来讲就会是全新的，我之前真的没有把柠檬草跟麦茶这个混合过，真的。很奇怪的味道 但是还蛮有趣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就会在我的脑里创造一个全新的记忆，因为这个是以前我的这个感官没有碰到过的嘛。那而且这个记忆呢，其实也还不错，就是现在这个回甘蛮好喝的。那所以之后呢，我在看到“哼”这个字的时候，我就会跟这个味道连接起来。我不会跟别的东西连接起来。那我如果今天有睡够的话，那这个就会变成真正的长期记忆。当它变成长期记忆的时候，我之后如果再看到别人在留言或者是在群组在哪里，就是对我的提问回哼这个字的时候，我立刻就想到这个很舒服的感觉。好，那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精神按摩。嘿，来。您打岔一下，我们有一些伙伴没有看到荧幕的画面，能不能请您再重新开一次我们的视讯镜好的。现在有吗？是哦，现在有了吗？那，在，有看到了哈。好，好，现在有了。好，那所以如果刚刚没有看到这个茶包的话，茶包在这里。OK，OK，okay. okay, 好。那所以这个概念就是说，有点像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有去给人指压过的话，他会说这些地方是痛点。就是说这些地方很紧，然后压的时候会痛嘛。那但是解决的方式并不是就避开，
而是说，现在很多指压的时候会放一些什么香氛啊、精油啊、什么东西啊，就跟这个茶包的意思是一样的嘛。所以就是在你这个接受这样子的情绪压力的时候，一方面你心里有个空间，二方面不急着去回应。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哎，它就会下一次再揉到这个点的时候就不痛了。那这个按摩师通常是说这个点就揉开了，或者就揉松了哦。那所以这个是自己处理的方式，那这个只是说让你不会受伤而已。但是不是说让你恢复热情，这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为什么一定要恢复热情呢？我不觉得一定要恢复热情，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反而应该是去对你的工作里面比较不受这些刚刚这边讲的这个小的文化影响的部分，去找其他的部分发挥你的热情。那为什么？是因为如果现在就是只是靠精神按摩的方法。但是不去找其他可以寄托你的热情的方面的话，那其实你虽然解决了你个人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这个团队文化的问题啊。常常我会引用那个 Buckminster Fuller 的一句话，他说不要去试着打败、挑战就是攻击旧有的那个系统，相反的，试着做一套新的做法，这套做法会自然的让旧有的系统凋零。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鼓励，意思就是说，我们去对抗旧的文化，还不如自己以身作则，在精神按摩这个痛点都揉开的情况下，试一套新的跟你的同事在别的工作项目上面互动的方法。那这样子的话，如果你的主管或其他的主管看到，哎，这套做法不错的话，说不定他们也，你知道，寒山拾得路啊，就是到最后，就会这个回心转意。那如果他们没有受到影响，那至少你可以对其他的同事，在其他的你所选择的方面，把这个热情就是传染给其他的同事。所以我会觉得说，花力气在就是挑战、攻击或者是挫败这个本来的文化上面。确实是相当不容易，而且会让到最后会变成一个 fixation，就变成你是粘在那个上面。那但是最好的方式就是这个一沾即走嘛，透过精神按摩跟睡垢等等的方式，让这些事情不再困扰你，然后去找别的让你有热情的事情去做啊。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好，现在影像声音都 OK 吗？OK 的，好，那我们就继续哦。我们现场的伙伴也 OK 吗？可以哈，谢谢。好，那有20位朋友们问说，有些人哦，经常不断的被交办事务哦，请问该如何适当的拒绝他人的要求？我自己大概两个方法，一个方法是说，我绝对不会在半小时的工作，就一个番茄钟里面被打断，绝对不会被打断。意思就是说，我随时我的通讯、即时通讯、社群网络等等，全部都是在不会跳通知的情况。那任何时候我的手机都是静音，甚至也不会开震动。那所以除了这个真的就是跑到我住的地方来敲门、按门铃之外，基本上现在应该是没有任何打断我的方法了。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当别人的对你的要求你看到的时候，你是在心里一个有余裕准备好的情况。我半小时才看一次信嘛，所以我看到 email 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有充足的时间，至少5分钟来想要怎么样子来回这封信。那我如果是随时打断，就不是这样了。我不知道各位对于即时通讯的关系是什么，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是，如果你有开通知，你又安装了3种以上的即时通讯软体，包含 email 的话。那基本上是不可能好好的想一件事情，因为对方常常提出要求的时候，他是先提出要求，但是还没有讲细节，然后就看他在那边正在打字中，然后接下来才讲下一步他的细节是什么，但是他还没有想完哦，他还要想后面要达成的结果是什么，然后你又要再等他想完。那如果是在群组里，就等于整个群组的人陪他在想，而且呢，这个想的过程到底什么时候讲完了呢？也没有人知道，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平常我们在写信、打电话或 email 都不会做的一些事情，你可以想，怎么可能有人写一个 email 给所有的这个群组里面的人，说各位，我想到接下来我们应该做这件事，按送出，然后过10秒钟之后再回给所有人说这件事情分成以下3点等等等等，然后按送出，
然后呢，再过十几秒哦。不过我后来又想到，这个还需要怎么？不可能吗？没有人这样用 email 的，但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在用即时通讯。所以对我来讲，要能够好好的把这个需求看清楚，我就是每30分钟再看一次包含 email 在内的通讯软体。那这样子的话，所有的通讯对我来讲都是 email。都是一整篇的文章，因为他是已经想完了，而且对方也知道，所有我的同事都知道，我30分钟一定看，所以呢，我最多也只会就是需要30分钟的时间才会来处理。那但是呢，如果他们要我及时处理、同步处理，对不起，没有这种事情。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呢，常常大家想一想，自己就会把不可行的删掉了。所以到我看到的时候，只剩可行的部分，或者想一想，大家已经把配套想出来了，所以也不是真的很需要我来做决定。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最后我看到的时候，不管是我的同事，还是其他私部门、民间部门、社会的伙伴，我看到的时候都已经是完整的想法。那这个时候就不会有一种不断被交办事务的感觉。假设我工作是8个小时，每半个小时为一个段落，我总共只需要处理15次的事务。那这15次或16次的失误，我每一个只要决定说，哎，这个适合我做，我来做；这个不适合我做，马上请他去找别人。就这样子，其实因为它的可行性都已经没有问题，它已经是相对完整的提案。那所以我觉得就是，与其在那种即时通讯的场合不断要求别人说啊，那你再回去想一想，这样很容易吵架，不如就是你把自己的时间定义成，像我是半小时，也有人是1小时等等的这个 interval 的这个迭代这个周期了。那一个团队在处理客户的要求的时候，在我们所谓敏捷开发上面，也有定义成以2周或者以1个月。作为一次需求变更，你一年只能改12次需求，或一年只能够改52次，最多每周改一次需求。像大家如果有发现口罩实名制每星期四上板，或者是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疫苗预约平台每个星期收单，都是因为我们的系统每周只能改一次。那所以这个呢，就可以确保说，在这7天里面，整个团队所有的要求，我们是以7天一个周期来处理。所以个人的部分我是30分钟，团队的部分最短最短是7天。那这样的话，你就不用特别拒绝其他人的要求，因为这个要求在发酵沉淀之后，大概都有一定的可行性了。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那下一个问题是15票，有15位朋友们问说，这位你好。疫情期间执行口罩登记以及简讯实联制等等系统的开发，进行跨界整合系统的资源的系统开发，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啊？以及是怎么样子解决哦？那口罩实名制、口罩预订，刚才已经有提到这个药师的这个故事啊。那在简讯实联制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我还记得说。在我们当时推行实联制的时候，还没有简讯实联制的时候，大家都是用手写嘛。那也有一些长辈，就是他的里长啊、乡长会帮他刻印章、连续章，那个也很棒。那但是后来就是5月有一波疫情的时候，大家就发现说，即使是盖连续章，那理论上是不会共用同一支笔，但是还是大家要在入口门口的地方去挤在那边去排队，人跟人之间很难保持1.5或2公尺的距离，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实联制这件事情本来是要让疫调追踪变容易，反而是让群聚的风险变大。那这是我们当时碰到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问题，一个困难。那但是呢，当时呢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是有非常多不同的系统。当时台北已经有一套系统了，台北通，高雄其实已经开发出一套系统了。那各个不同的县市都有各自不同的系统，所以呢，可以想到，如果22个县市开发出20套系统，那就是变成是你每次到不同的地方，你可能上高铁前要安装一个 app， 你在高铁上还要安装2个 app， 这样你下高铁去那个县市，你才能够去使用他们的二维码哦。那这个是非常困难一件事情。那所以。当时的一个挑战就是怎么样确保包含台北通在内的所有各种不同的扫码器，包含 LINE， 包含我们的台湾社交距离，包含疾管家所有大家惯用的扫码器，能够用同一个 QR code 的标准，而这个 QR code 标准不是任何人所控制的。那这个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题目。
那在当时 G0V 就是临时政府的 Slack 频道上面，我们就聚集了非常多已经开发过十连制以及正在开发十连制的各个门派啦 的掌门人、哦、都在那边进行讨论。所以我们很激烈的讨论了大概两天，那大家都觉得最好的或至少目前想不到更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回去用手机号码跟简讯。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传递简讯的时候不用留手机号码，也不可能打错手机号码，而且简讯呢是五大电信商分别执行，也没有任何一家电信商能够去侵犯到其他的电信商，你的手机是哪一个门号就是哪一家电信商在储存。所以所有的设计师都同意说，哎，简讯看起来真的是最我们叫 interoperable， 就是最有共融性的一个做法。那因此呢，社会上就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压力。当简讯这件事出来，大家发现 LINE 不能扫码，只有极管家可以扫码的时候， LINE 这家公司就收到了非常大的压力。那 LINE 台湾当然其实一开始就非常支持我们，那事实上里面参与讨论的有很多 LINE 台湾的朋友，但是 LINE 要改那个主扫码器并不是台湾可以决定的，就像各位一样，他们有一个母社，也必须要日本方面、啊就是去同意。那但是因为台湾这边的这个社群压力真的太大了，所以到后来 LINE 也没有隔多久就宣布说，哎，那他们的主扫码器就是加朋友的那一个也开始支援简讯，简讯十连制，而且可以一下就辨认出来你是传到1922而不是传到其他的地方。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是聚焦在共同价值上，也就是大家安装 APP 的时间都太长了，要下载新东西的时间太长了，你不能够比用写手机要来的慢，如果那样就没有人要用，必须要比用手写在初次使用的时候要来得快。那如果是内建的，像我现在都是用台湾社交距离了，只要2秒钟，但是用内建的相机大概也只要3到5秒钟，这个情况下真的比手写快。那这样子的话，愿意盖连续章的朋友们还是可以继续盖，但是在同一个场合盖连续章跟手写的可能就只剩1/10不到的人。那这些朋友哎，他也被保护，因为他就真的没有群聚问题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同时也照顾到用纸本十连制的朋友的权益。所以第一个，我们不是取代纸本，第二个，我们甚至也没有取代台北通等等，而是我们去把台北通 LINE 的主扫码器社交距离等等全部都整合进来，变成共通的一套标准。所以这个也是呼应刚才讲，只有共通的价值才能照顾所有不同的立场，同时照顾所有不同立场的这个精神哦。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好，有16位朋友们问说，请问委员平时都怎么样挑选书籍哦？是不是有推荐的优良书籍哦？以及是怎么样安排每天的阅读时间？我自己看书其实都是看电子书居多。那我最近看纸本书只有看那个陈耀商医师的傀儡花的英文版跟日文版，因为好像还没有电子书。那中文版有电子书，所以我下载电子书。那为什么会跑去看傀儡花？当然一方面那个公式这个斯卡罗这个快要上了嘛，等于是小说的改编的剧集。那二方面是我一直都对这种所谓的彩虹史观，就是台湾是以跨文化作为文化认同的这件事情非常有兴趣。那陈医师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但是在网络上面是就是常常有聊天啊的网友，那所以这个网友的作品当然要看了。所以他最近在另外一本在讲这个台湾的民主奋斗的历史等等的，哎，我也就立刻就下定。所以目前就是好像纸本书只有看陈耀昌医师的。那但是为什么我一般的非小说类的书几乎不看纸本，就是因为我看的方式跟一般看小说的时候很不一样。我看非小说知识性的书的时候全部都是用扫描的，就是我会在荧幕上面快速的卷动，或在 iPad 上面快速的翻页。那在睡前可能就是一页从3秒钟到30秒不等，那就是看它知识浓度了，那就快速的翻过去。翻过去之后就睡够，睡够醒来之后呢，我完全没有过目不忘，我没有那种照相的记忆力，但是我会记得里面的关键字以及关键字之间的一些逻辑跟结构的关系。那等到我需要用到这些概念的时候，我就赶快用全文检索，因为现在全文检索都可以立刻把这本书里面提到关键字的每个段落的上下文都找出来。那所以我等于是把书当作是网站，把全文检索当作搜寻引擎，
这样子的方式在看书。那这样的好处是可以一次看非常多书，那这样子的坏处就是都是不求甚解，就是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面了解这本书所有的论点，我只是了解到这本书的基本价值或立场，但是我需要的时候反正有穷人检索，那纸本书就不可能这样啊，它索引变得再好也是作者自己的索引概念，不是我的索引概念嘛，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就是一定去记得说，这个关键字在第190页第300页，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我即使有纸本书非看不可，我都尽可能会扫描把它先OCR 转成纯文字之后再来阅读。所以我的阅读习惯大概不会说是优良书籍，大概都是以关键字作为驱动。那阅读时间就是睡前，然后跟刚醒来，所以不是工作的上班时间，而是就是一天一醒来，觉得我想要学一些关于什么的关键字的知识，那我大部分都是看论文了，论文是比较多。那但是论文如果会引到一些文献的话，而文献如果有电子版的话，那我也会跟着去看这个文献的电子版。那大概是这样子的阅读习惯了，是非常功能性的了。好，那有15位朋友们问说，跟言辞尖锐、态度强硬的人呢，应该要如何来沟通？我自己的经验是说，言辞尖锐或者态度强硬，很可能是对方觉得你不会理解他，或者觉得这个你完全不可能从他的角度来看事情。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对于沟通的挫折感的症状。所以你不是要去治那个症状，而是要去看那个病因。那个病因就是他觉得很焦虑，没有办法被理解，或者是即使被理解，绝对不会被同理。那所以这个要怎么解决呢？也很简单嘛，就是让他畅所欲言，而且透过积极聆听等等方法，随时让他了解到，我能够进入你的看法，你的立场。但是我并不是丧失掉我的立场，而是愿意因为他的想法而倾斜，而往他的那个方向多听一些。所以我们说倾听，有时候真的一面听，然后我这个就是头就慢慢歪一边了，就是感觉对方就可以感觉出来说，我正在被他的言辞所打动。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他当然就不需要很尖锐啦，他尖锐对他自己也没有好处啊，他态度强硬对他也没有好处，因为我已经在他那一边啦，所以他态度强硬那是这个完全就是误伤友军啊的那样子的行为。所以只要是保持这样子的态度，其实5分钟不到，其实对方就已经会柔软下来，而且会开始就事论事，开始好好讲。那所以大概就是去坚定的选他那一边站，但是不要牺牲就是你本来的立场或其他人的立场，大概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哦。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好，那有14位朋友们问说，以您的聪慧哦，如果没有人理解你哦，会不会觉得孤独哦？以及是怎么调节自己的？我觉得我没有这个问题。刚才这个给大家看这个柠檬草跟麦茶的时候，我看大家都笑得很开心，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种生活里面共通的经验啊，具体的例子啊，大概大家都是很容易理解的。这跟聪慧是没有什么关系，而是这个聪慧在沟通上面是放在共同经验上，还是放在跟别人都不一样的地方上。如果是放在后面，那当然几乎是不可能被理解的。但是因为我在跟各位沟通的时候，不管举的例子还是我自己的经验的分享，大概都是挑一些就是很少人没有看过茶杯，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样泡茶，或者是不知道茶包是什么。那纵使不知道，这个也是生活上的，所以左邻右舍隔壁的朋友问一下，立刻也就会了解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共同的经验，从共同的感受到共同的感觉感情，那共情到共同同理，这个就变得非常的顺。那大家都有就是看到刺眼的字的经验嘛，大家也都有泡茶的经验嘛，这两个连接在一起一点都不困难。那所以这样子我就没有什么孤独的感觉，因为我了解到我分享这些非常家常的这些感受跟行为，各位也都有嘛，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当然也就没有说难以融入啊等等的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还是说，沟通的时候或者讨论的时候，那个沟通的价值，那个讨论的题目，那个才是主角。我自己也好，你也好，都是这个题目承载这个题目的一个类似载具了。那所以呢，我不会把特别哪一个想法进入我脑里，
我就把它叫做我的想法，我没有这种我的感觉，我会觉得它就是别人传播到我这边，我把它再整理之后，增加它的传播数，然后再赶快传播出去。那这样一旦传播出去，我也不会当做我自己的想法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也没有说我会不会被理解，因为主角是那个概念，主角是那个理念，所以那些价值只要被理解，透过这种生活上面共同的经验去理解，那我自然也不会有孤独的感觉哦。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有16位朋友们问说，要怎么样子训练自己？有像您一样的口条以及灵机应变的能力，让自己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在下班之后才想到更好的说法或更好的做法。其实我常常下班之后才想到更好的说法或做法。刚才我有分享说，我大部分这种创意都是在睡着的时候，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发生的时候发生的。所以这个倒推就可以知道，我在前一天上班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出这些想法或做法。我完全就是我会常常我说，I'll sleep on it。就是说，我先睡觉再说的这种感觉，所以我的同事也都很习惯。就是我并不是当场就会下任何决定或提出任何提案，我都是说好，那我们都回去睡觉，那醒来之后，那我们再来讨论这件事情。那也就是说，把真正有灵机应变、创意等等的那些时刻，就是已经睡着、快睡着跟刚睡醒的这个时刻，当做我真正做工作的时候。也就是我常常说我加班嘛，睡9小时，睡10小时哦，就是加班哦，那才是真的在工作。那但是我在平常上班的时间，我其实就是像刚刚讲到，去积极的去倾听每一方的想法或者立场。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当然就不会变成说你自己的想法无法充分表达，因为当我还在倾听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所谓自己的想法，我是先让各方的想法进入我，充满我。那这样子之后，这些想法充满我之后，我再去进行综合，而我综合也不是我的想法，还是大家的想法嘛。我只是把，好比像说，当时简讯10连制的时候，有人说可以用 QR code，有人说可以用简讯，有人说可以用减码的简讯，有人说这个可以用不同的扫码器，有人说应该要加一句说仅限意调使用等等等等，所有各方的这种想法，而且还是在不同的对话空间，反正我都先收进来，收进来之后那进行综合，也不会说是我的想法。所以我觉得下班之后才想到更好说话做法，那个是当然的事情。那灵机应变呢，如果你奠基在先充分理解其他人的基础上，那别人一定会觉得你很能够灵机应变，因为从他的角度来看，你是转向他的立场嘛。但从你的角度来看，你只是在综合各方不同的想法，找到共同的价值而已哦。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个人的能力啊，这个是一开始的那个态度所决定的。就像我今天演讲，我也没有一开始有一个100页的简报，我也没有说哦，我今天就要讲这几件事情。我讲的每一件事情，事实上，我目前讲的每一个字，包含去泡这个茶，都是由各位所驱动的，就是议程完全是由各位所设定的。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自然你会觉得我很灵机应变。但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就是放掉所有自己想讲什么的这种想法，而是说你想听什么，我才想讲什么。那这样子的态度，我想在一般的职场上面，大概都会别人觉得，哎，这个人这个很有应变的能力等等。但这就是一个基本的立场嘛。好，那有14位朋友们问说，对于排斥学习新科技的老一辈哦，应该要怎么样让他们接受新的资讯？好比像说智慧型手机啊、App 啊、Line 啊、疫苗预约啊等等。我自己一向都是觉得说是科技要来配合大家，而不是要大家来配合科技。所以呢，凡是这个写字有困难的长辈，在当时10连制出现的时候，还没有简讯10连制的时候，我一律推荐连续章。那连续章也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连续章刻的时候上面可以贴那个点字，所以即使是视觉障碍的朋友，接近全盲或甚至全盲，在大家的就是协助之下，也可以比较能够容易找到他应该盖章的那个位置，或者是你给他一张小纸片，盖了章之后投进什么筒子里面，未来就比较容易译掉等等。所以他对于各种不同的身心的障碍的情况都是有非常好的适应力。我说连续章小纸条的这个解决方案，这是真正的社会创新哦。那后来我们推出了简讯10连制，
我们一向在媒体上公开讲，我写专栏都是说，这是为了让纸本写小纸条、连续章的这些人的群聚风险降低。我从来没有一次说我们要废除掉纸本，逼你来用简讯。那如果你是视障人士，根本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嘛。那所以从我的角度上面来看，就是我们是要透过对于擅长使用手机的朋友，来减低那些不擅长的人的风险，而不是说逼着他来使用手机，反而增加他的风险。那当然，这个态度是一个，就是比较觉得科技可以改变，然后人比较难改变，个性比较难改变的这样子一个态度。不过在我的经验里面，特别是我们在做公共服务，我们不能像我以前在私部门，好比方说我们在开发 Siri， 那 Siri 总是有一些没有办法照顾到的嘛，那这些人很自然就不会来用 Siri， 他会跑去用我们竞争者的产品。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竞争者帮我们照顾了这些问题。但是如果是国家的这种 top down 的，好比像说一开始的报税软体，我们总不能说，你不喜欢用报税软体，那你就去找别的国家报税，这个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个移民的成本就很高，而且根本就不应该这样讲嘛。那所以我们在公共服务上面，我们必须特别注意那些目前没有办法来使用我们服务的人，并且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说我们调整服务到他们容易接受为止。所以像大家可能了解到疫苗预约平台一开始是没有打电话帮忙预约的这个功能的，但是我们在预约正式在全国上路的第一天的下午，我们就加入了这个功能，因为我们发现非常多人还是没有手机，他真的只有视话，那所以打电话到1999或其他的号码帮忙预约是他们唯一的解决方案。那所以从地方提出这个需求到我们实做，那只花了可能4-5个小时的时间。那所以这种及时的、随时的反应，而不是说要他们接受新资讯，我觉得才是我们设计公共服务的人，最基本的一个态度有15位朋友们问说，那呼应刚刚的问题哦，就是我说我会睡到8小时，但是为什么不会因为玻璃心而失眠呢？我刚刚有特别讲说，我2月6号晚上睡得很不好，所以虽然有睡满8小时，但是不是睡眠品质很好的8小时哦，中间不知道起来多少次。那但是这个过程里面，我是一直保持着一个点，就是在那一段就是反复难以睡好的时间里面，我绝对不会又跑去上网去做一些社会性的事情。也就是说，当我说8小时的时候，意思真的是8小时留给自己。我最多就是可能在床旁边有可能有纸跟笔，那或者是有 stylus， 但是也绝对不是连上网络。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就算我没睡好，我起来赶快得写一些白板啊什么，写一些想法，这些也不会变成说好像我就没有办法再回去睡，而是说我这个想出一些想法或者一些困难等等，我赶快记下来之后，我又再逼自己再回去睡，那绝对不会变成说，哎，那就开始滑手机啊之类的情况。那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当睡眠它中间被打断，都是在个人性的场域，而不是在社会性的场域被打断的时候，那回到睡眠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那如果自己心里不舒服，也才有那个机会去跟心里的不舒服相处。那如果在这个中间就立刻去做社会性的事情，那好比像说这个 PO 这个社交媒体啊之类，那当然就不用睡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会把那个空间分得非常清楚，个人的独处的空间跟我能够做社会性像视讯的空间。那视讯现在就是在客厅，那我独处呢就绝对不会在客厅。那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同一个空间，但是里面工作的部分跟个人的部分它是分得很开的。希望有多少回答到这个问题。好，那有16位朋友们问说，请分享最有代表性的沟通案例哦，沟通成功跟沟通失败哦各一个，以及成功的原因跟失败的原因，还有就是失败的部分呢，要怎么样子修正哦，这非常好的问题。我记得说在当时刚入阁的时候，除了电竞的这个案子，它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沟通的一个案例哦。那还有另外一个案例，我也常常提起，就2017年5月的时候，5月1号。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发现，如果你用的是 Mac， 像我是用 Mac， 或者 Linux， 我也用 Linux， 总之不是用 Windows 的话，就没有办法报税。那为什么呢？因为综所税的软体一向都只有 Windows 的下载的版本，
跟网页上一个叫 Java Applet 的版本。但是呢2017年呢 Oracle 这家公司在从 Sun 这家公司把 Java 买下来之后，它停止使用了 Java Applet 的这个功能。你要先用非常多什么跳过安全性设定什么的方法去重新启用它，才能够在浏览器里面报税。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它的就是处理的过程就是会让你看到说下载 Java 元件中请稍后，那你就在那边稍后，然后等了7个小时9个小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因为那个功能被关掉了。那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说交综所税并不是一年当中最快乐的一天了，应该是不是最快乐的一天才对。那所以心情本来大概就不会很好，本来大家是想说这个5月1号赶快交完了，结果5月1号就在那边卡了7个小时9个小时等等，当然大家心情会非常差。那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个用 Mac 的朋友打电话到国税局的专线问说，为什么我去年 Mac 还能报税，今年就坏掉了。那这位国税局的朋友很可能也电话被打到爆，心情也不是很好，所以他就这个用一个没有非常好的口气说，那不然你就可以去找一台 Windows 去借 Windows 啊。好，那他讲了这个当然就炸锅了因为当初他会买 Mac 就是因为不想用 Windows， 所以你现在要他回去借一台 Windows， 这个是就是关于信仰的一件事情，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那所以呢当时呢就有一位设计师卓志远，他就在我们的公共政策参与平台上面提了一个案子，说报税软体难用到爆炸，然后里面就讲了非常多报税软体到底多难用，但是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他就是纯粹的负能量。那在底下的留言呢，不管是说官贸无能，还是说财政部长下台，还是说什么，总之都是一些 pH 值可能已经低过零哦，非常非常酸的一些留言。那所以呢80%多都是这些留言，那大概只有不到20%在那边说我用 Windows 报税其实很顺啊，但是没有人理他们。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后来怎么解决呢？我们就是采取了一个你行你来的一个态度，就是说当然不行还是得我来了，但是你行你来嘛。那所以如果这一位主持人这一位提案人他这么懂，那表示他一定很在乎嘛。那后来发现他真的是专业的使用者体验的设计师，谁在乎谁痛苦，他看到标楷体都会不舒服了，何况报税软体。所以后来他就就是应我们的邀请来开了好几场的工作坊，那也从此呢他就重新设计了这一套网页报税的软体。那他的支持度非常的高，直到今天如果你到疫苗预约平台，你看到很多有颜色的框框说你要用这种方式登入还是那种方式登入，你需要读卡机还是不需要读卡机等等，这个就是当时卓志远跟所有网络上面骂财政部的人一起设计出来的界面。因为报综所税的软体后来这个非常多人说，那我要在便利商店，他也可以便利商店，我要用手机，今年嘛用手机立刻就可以认证等等，也不需要再拿出你的健保卡了。那所有这些我们都把这套系统改了几个参数就变成口罩预订的系统，再改几个参数变成卖3倍券的系统，再改几个参数变成简讯10连制产制 QR Code 的系统，再改几个参数今天就变成了疫苗预约的平台。所以就是说当时卓志远这个贡献他不是只帮了财政部，他帮了后面的每一个包含中小企业处，包含我们的就是机关署，包含我们的健保署等等的这些同仁。因为那些同仁换个身份也是网络上的酸民了，他们当年也有参加过抗疫报税软体，所以他们也有参加过这个共同创造的经验，所以等到他们需要一个类似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很自然会想到说2017年卓志远那一套很不错啊，那所以到现在就变成所有这些大规模的综所税等级的都用同一套界面来做，已经变成一个类似设计系统了 design system 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一开始真的是很失败，就是 那句说不然你去借 Windows 啊，真的非常的失败。那但是也是因为这个失败它点燃了大家的怒火，大家在愤怒的情况才愿意贡献那么多的心力来去创造出一套更好的系统来，所以以它的结果来看应该算是成功的吧。那但是失败部分修正的方式其实就8个字嘛，开门造车，然后你行你来啊，这不行还是我来了啊，大概是这样子。那有17位朋友们问说，
那有关政委第一题所分享的方式，当然向众议平台啊匿名提出问题，那集思广益，打破阶级空间，当然可以获得问题是一个解答方向。但是身为管理者，那我们就会碰到一个很有趣的挑战，就是会有人提出一些不是事实，甚至是一些流言蜚语的一些解答哦，那甚至带风向，引导其他人的思考，影响后续管理，要怎么样取得这个的平衡啊？那我们可以想说，像刚刚的那个暴雪软体，在卓志远的提案底下留言，一开始80%多都是财政部长下台、官商勾结什么之类，各种各样子的带风向的都出来了。确实就是您刚才问题里面提到的状况，但是我们怎么样子解决呢？我们解决方式很简单呢、啊，就是财政部的开放政府联络人，当时杨金亨专委就在底下立刻留言说，所有这个批评指教我们财政部，我们都收到了。那所有批评我们的人，欢迎您获得一张邀请入场券，接下来就欢迎到我们财政资讯中心，我们会开工作坊，大家一起来画明年的暴雪软体。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不是说会炒的有糖吃，是会炒的进厨房一起炒糖吃，就是口部变火部啦。那这个大家在外面很火大，所以不如把这个变成烹饪的能力吧，大家一起来去画出漂亮的新的暴雪软体吧。那所以它其实只是一个邀请的动作，但这个动作呢非常非常有效，它邀请函一发出来，立刻80%的人都改成在提出建设性的经验，只有不到2成还在说财政部长下台，已经没有人理他们了。所以简单来讲，作为一个管理者，重点不是去对这个言论做什么，而是去看到这个言论背后他想要贡献的那种心情。因为说真的，花那么多时间来酸呢，你一定是很在意啊，不然有很多别的题目可以酸呢。那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写那么多字来酸？当然是因为你想要贡献嘛。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只要很简单的一个试金石，就是那你行你来啊，那会来的自然就会开始有创造性的贡献，那些不会来的，他就会去找别的地方乱了，因为已经没有人跟他唱和了。所以其实一个空间的拘束力，就是反映在说，好比像说我在 Slido 目前完全没有跳过任何一题，基本上就是以大家的投票作为我讲的顺序，那这样子延续几题之后，大家才有那个动力来投票啊。不然如果大家都就是投票推了好几个，那我就干脆把它收掉，我干脆把它跳过，我干脆完全不理他等等。那这样子的情况，当然就会留言就会开始酸了，因为大家发现投票没有意义哦，认真写那么多字没有用。但是在这个演讲的一开始的几题，大家就会发现说，哎，不但我就是票数越高，我花越多时间，而且我会特别等一段时间，让大家把后面的票数做出有意义的区别来，那就表示说我尊重大家投的每一票嘛。那一旦是我有这样子的就是态度出现的时候，那大家当然也会愿意提出更多高质量的让别人来投票的一些题目，而那些票数低的根本就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荧幕上或大家的手机上面。所以我想一开始就是要先信任大家了，才能够获得信任的，就是 to give no trust is to get no trust。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哦。好，有17位朋友们想要问说，请问小孩的个性比较消极哦，连基本的生活作息都没有办法养成习惯，多次的教导反而引发亲子的冲突，孩子会顶嘴，那要怎么样子有效的沟通哦，才能够让孩子听得进去，而且做得到？我自己的父母从我13、14岁之后，就把我当做成人了，意思就是说，他们不会教导我任何事情，他们就是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但是意思也是什么呢？就是我如果作息不正常，这个导致自己精神不好或什么，那都是我的责任，他们就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提出他们必要的说明，就好像他们会对好朋友讲的一样。但是说真的，一个好朋友他自己要怎么样，到最后是他自己要负责任呢、啊？那所以我觉得，你越早把小孩当成成人，小孩成熟的就越快。那你越把明明已经18岁的，根本就已经成年了，民法快要生效了，根本就已经成年的人，把他当做小小孩，那他就越晚有这种自己成熟的这种能力哦。所以基本的生活作息习惯，每个人当然有自己的一套习惯。但你可以想一想，跟你相同年龄的朋友，即使是很好的朋友，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如果他作息不正常，
说真的，你就最多贴两个作息不正常会造成什么后果的新闻给他，你大概也不会再去教导他了哦。那因为说真的，他大人了嘛，他自己要负起责任来。那甚至他的作息，如果他自己最后收敛到一个就是夜猫子，但是他有睡够，那这也是他的选择啊，因为他大人了嘛。那每个人体质本来就不一样，那所以我会建议说，小孩当然要看多小了，但是一般来讲，如果到了接近青春期，可能12、13岁以后，就是开始比较会顶嘴了的这个时候，那我建议就是提早把他当做成年人来看待，那就爱怎样怎样。而且他自己如果就是用顶嘴或者用不守规矩来表达抗议的话，那有的时候你可以反而鼓励他哦，这个叫做 paradoxical treatment，就是我们在心理治疗上面，常常患者有一个主诉的时候，那好比像说，他说他不由自主的会想要这个举例来讲，想要在电商这有这个购物的冲动，那他的治疗师很可能就说，那我给你的回家作业就是每天都一定要上电商，而且要买满这个免运费，这个500块还是1000块之类的，就是他会把对方的症状当做他的治疗。那这样子的意思，其实就是把 intentionality，就是把有意识的行为把它带回来，因为他没有办法再用无意识的方法来抗议了。就好像以前打撞球，可能是一个很叛逆、很酷，但是到最后撞球变成我们极力这个 highlight 的国手的时候，忽然好像没有那么叛逆了。或者2016年电竞好像很叛逆、很酷，但是后来我们调整完之后，它变一种智力运动了，好像也没有那么反社会了。大概是这样的做法，所以跟你的小孩的沟通，或许也可以往这个方向来想一想。哎，我们主持人回来了，哎。这边想要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现场好像伙伴想要进行提问，对，所以不知道我们能那不我们能是不是最后10分钟我们就留给现场？好，那就请吧。那我们现场有伙伴想要进行提问吗？好像有点害羞。好像有点害羞，因为没有匿名性。不要害羞，我们其实远远的看不太清楚。对对对，真的真的。哦，有人移动喽。我们在现场，因为刚刚有听到，好像现场的伙伴有要提问，那不知道我们现在现场的状况是。那如果说线上的伙伴有发现，哎，我的提问，我觉得我的提问很好啊，但是政委还没有回答到的话，我们也可以赶快。看是要按赞，还是直接在我们的线上会议室当中举手，然后我们就可以有助教协助帮我们开通我们的麦克风。我是行政本部进程哦，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刚才提到说，好像声音断掉了，对不对？我好像没有听到声音，可能不小心按到喽。就是，现在有听到吗？现在有有，了。现在有听得到。我想请教，就是说，那，刚才听政委分享这么多的案例，那其实都是一个团队在运作。那我想请教，就是说，那政委在挑选这些团队成员的时候，有没有？没有什么一些标准。好，
我大概可以猜到问题啊，没有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因为我自己是我们办公室唯一的 HR 嘛，所以我来决定说哪些人可以加入我们团队，哪些人还要再等一等。那刚刚问的就是说这个判准是什么，或者是有没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应该是这个嘛，对不对？好，假设是对的，因为现在听不到对声的音了。话，可以帮我比个 OK 吗？好是，OK，没有错。好，那大概有两个判准。我从2016年，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创业了，说不定第10次了。但是这次内部创业啊，在大组织里面创业。那当时我只有两个判准，一个是说每一个部会都可以派人来我这里，但是一个部会只能派一个人，也就是说每一个人来，他都必须要带一个既有的团队成员没有考虑过的立场、经验或角度。那如果外交部，好比像说，后来我开个基线去联合国之后，据说外交部有20几个人都想要加入我办公室。那但是如果他们一次全部进来，我们就变外交部一个科了，那是对我们没有好处的。而且呢，他们一次来20个人的话，很自然的，里面年纪长的、辈分长的或者是官阶高的会有话语权，那底下的人可能也不太愿意再分享什么。所以呢，我们就是很有意识的，就是新的人他必须来自一个全新的部会。所以现在呢，大概12个左右跟人民比较有关心的部会，大概都有人在我们办公室。但是不管他的位阶是参事还是科长，因为他是属于不同部会，所以都没有互相指挥的关系。那所以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嘛，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说，我们有一些民间的朋友，好比像说一开始就有从CIID 哥本哈根这个互动设计学院来的设计师，之后也有 RCA 也有 IDEO，反正都是业界一些设计的大厂嘛。那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没有设计部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从公部门里面找到这种专业的设计师作为他的职涯，我们直系里面也没有互动设计啊或者服务设计啊，那所以我们这个就必须要从民间来。那但是民间来的同样每一个专家。他当然一方面他可以兼职，因为他在我们这边是顾问，就像我以前也是前一个政府这个当时张善政院长的时候，蔡依林政委员，我也是他的见习顾问呐，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就是他们是顾问，他们当然也可以去兼职，就像部会派来的人，他也可以继续为他的部会所服务，甚至轮调回去，这都没有问题。但是他在这边，我们的要求就是他必须 work out loud，就是说必须大声工作。好像最近有一本书就是这个名字哦，必须大声工作，也就是他不能只在这边学东西，服务他的部会或者他的社群，而不贡献回来。他的部会或他的社群发明了什么新东西，他至少贡献回来的程度要跟他拿回去的一样。所以就是说，贡献团队的程度至少要跟照顾自己或自己社群的一样多，那就是 give and take，至少要平衡。所以第一个，每个人都是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经验、不同的角度；第二个，每个人给的至少跟拿回去的一样多。那这样的情况下，这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学习型组织，就是每个人都有可以跟每个人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团队一直都不大，就是核心就那么20人左右。那在每一个部会的联络人大概加起来100人左右。那每一年大概又再加20-30个见习生，大概大专的学生。那这个就构成我们的核心团队。它并不是一个垂直的 team，相反的，每一个人都跟每一个人的角色位阶是平等的哦。希望我回答到这个问题。谢谢。好，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我们时间可能只够在一个。那如果只剩下一个问题，我这边提问好好。了，是我们想要请曾伟这边协助针对我们今天讲座的主题，对，我们今天讲座的主题，希望可以请曾伟给我们驻华的伙伴一句建议。好的。对，那今天的主要的概念其实就是创造空间嘛，对话的空间跟这个方式哦。那我觉得这个空间，大家想的常常都是实体面对面的空间嘛，那灯光啊、室内装潢啊，现在当然也有线上的空间，就是我们现在这种 Teams 啊、视讯等等。但是我想要鼓励大家，也把这个空间想成心理的空间。一个人他只要有睡够，那其实，在心里面就可以容纳各种不同的看法。如果各种不同的看法，甚至是一些挫折，你在心里让他住下来，好像一个沙发，就是让他可以寄居一段时间。你不要急着去解决它，你就会发现说沟通变得很容易。
因为难以沟通，大概都是要急着决定什么才会造成的。只要在心里有一个空间，可以随时说出过30分钟我再回来看信，大家睡一觉再来讨论这个的话，其实沟通瞬间就会变成一件非常容易而且甚至有享受的事情。谢谢大家今天提的很棒的问题。谢谢政委这边的一句话的提醒，让我们知道说让自己的状态有余裕，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处理任何的事情。也谢谢就是政委今天提供给大家那么多的一些解决的一些方法。那我们可能稍后会先请政委这边等一下也先留步，因为我们在接触之后还会需要想要跟大家可以拍一个大合照。没问题。